好，现在呢，我将为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是我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目，就是用眼皮拉动一辆汽车啊。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用眼皮拉动3吨半重的汽车。今天呢，开了一辆2吨多重的汽车过来了。接下来，给你们表演眼皮拉汽车。好，汽车开始过来了啊。长龙吧。这个节目呢，是杨先生呢获得了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一个节目。当时拉的那台车呢是3吨多重。那双钩挂在眼皮上，然后呢拉动这台2吨多重的汽车。杨先生，这线呢，拉得动吗？精彩节目即将为大家呈现，掌声在哪里？好，现在杨先生已经准备完毕，紧接着就是把双钩挂在眼钩上。好，已经，杨先生已经准备就绪，已经准备就绪。我们大家一起给他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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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动了，车动了，车已经在动了！加油！加油！2吨的车，50公斤的杨先生，大家看到了。后面的呐喊声，掌声呐喊声。我们再次把最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杨先生。下面由杨先生的爱人为我们带来同样精彩的节目。